今天我也要认真工作哦。嗯，可以过去了，现在是绿灯哦，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看错了，真奇怪。啊，现在是绿灯了，可以过马路了，请过马路吧。怎么可以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玩耍呢？太不像话了，出动吧。嗯，怎么可以在危险的地方随便乱扔球呢？那么这是什么？不可以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捣蛋哦，警告，不可以随便乱扔东西，小心伤到他人。我知道错了，不可以再捣蛋了。还是绿灯啊。不管了，开过去吧，走喽。人行道是绿灯还开过去，违反交通规则喽，出动吧。抓到了，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就开过去了。那也是，绝对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，要严格遵守。警告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要遵守交通规则。我知道错了。欢迎光临，这里是乐佩公主的超市摇。嘿呀，乐佩乐佩，今天过得还好吗？好是好，但是没有客人呢。打工。水果怎么掉到地上了呢？我的水果怎么少了？江妮，快抓那个小偷啊！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抓小偷。快抓小偷啊！不要跟过来！快抓小偷啊！不要跟过来！这是我的水果！快抓小偷啊！抓到了！累死我了！你怎么可以偷水果呢？因为水果看起来很好吃啊。那也是，怎么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呢？既然你犯错了，警告：偷窃是违法行为，学习预防盗窃，提高自防自律能力。还有，记得把水果要放回去哦。对不起，我会放回去的。哎呀，今天也真的是充实的一天哦，口好渴呀，喝一点饮料吧。都喝完了，现在该回家了。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乱扔垃圾呢？江一，不可以随便乱扔垃圾啊！我忘拿走了。哼，给你警告，请不要随手乱扔垃圾，保持洁净，人人有责。给我警告，我也是警察呀。Nope， 警察也一样，犯了错就要被惩罚。